Is China a safe country? 很安全，中国就晚上十二点之后，街上也有很多人呀，然后也看不到像国外那种什么流浪汉什么的。100%. Most of the time, I get my deliveries like the package in front of my apartment door, and sometimes it stays in there like for 2 or 3 days, hallway full of other apartments, and no one even looks at it. They don't even have it in mind to steal from you. 中国在世界上可能是最安全的，咱这一不打仗，二不偷东西。偷东西的少，黑社会的少，那多安全呀、我觉得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讲，中国基本上是最安全的国家。中国又没有枪支，我觉得中国挺安全的。接到一个陌生电话，马上这个中国这个反诈 APP 马上就给我来短信了。我觉得这个是最靠谱的。比如说咱们北京的话，很多的一些民警他会在周围有巡逻，他也会有不定时的巡逻。晚上我会跟着我朋友一块儿出去溜达，那我就不会担心是不是有人突然出来来抢劫我之类的。觉得中国是比较安全的。